出昆达韩服展位帅呆。预备，向左一步走，走，出发。在第57届电视金钟奖一近10万票拿下人气节目奖的综艺玩很大八周年特别计划主持人宪哥 Kid 昆达挑战5天内热血环岛888公里，见面会呢不止吸引上万粉丝到场，收视也开出红盘。随着国门全面解封，玩很大暌违两年终于出发韩国录制节目了。哎，先来看看八仙过海此气斩。 11月2号是咱们豆哥34岁生日，陪在寿星身边的可惜不是冠廷。哎，没关系，第一次出国庆生就让玩很大帮你解锁。生日快乐，我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天上飞托，天上飞托，不要看我眉毛，不要看我眉毛。你不会怪我没有选你吧？会啊，你不要怪我吧？走心啊，你走心吗？对啊，有一点啊，真假的？我以为我们是那种，就是不管任何诱惑啊，然后或是威胁啊，你都会就是毫不顾忌的来选我。我有问你啊。你没有问 我们是心是连在一起的，你问我，但是你就是有一种就是要帮自己找台阶下的那种。没有，我是认真的，因为你没有问他，你没有问达哥，你也没问达哥说会不会背你，你就选他。达哥说我会背你、啊，没有，达哥没有讲。他有，我那时候耳朵张很大，被抛弃的人没有，我是被抛弃的人，没有，我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爱你，我不爱你，不要这样，带我出去玩，我不要了。不晓得 Kid 哥是不是玩很大玩到走心，跟小七炫闹起了脾气，相亲请锁定综艺玩很大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